台湾之后，就会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哎，嘉玉，跟外国人上床是不是真的很爽啊？”我在这边跟大家老实讲，我扪心自问，我真的觉得每次在跟那些外国人上床的时候，我压力都很大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到美国跟外国人上床，我身上背着的是台湾的国旗。我发誓，我每次在跟这些外国人上床的时候，我都把这场性交当外交在做。